你有没有想过，一位年轻医科学生的一次突发奇想，不单止决定了他毕生科学研究的方向，更加为日后的医疗技术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今集工大讲堂，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中文大学医学院副院长卢毓明教授，他会和我们分享他如何开创了无创性产前诊断技术，通过检查孕妇血浆里面的 DNA， 测试胎儿有没有患上了唐氏综合症等等的遗传性疾病。利用相似的 DNA 检测技术，卢教授和他的团队更加可以诊断早期毫无症状的癌症，大大提升了患者的存活率。这一连串造福人类的医学成果是怎样开始的呢？就等卢教授为我们细说从头吧。所以各位好，今天很荣幸有机会来到工艺大学，也多谢主席和校长的邀请，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就以往可能二十多年的一些研究经历。这个就是我自己，就很多年前，可能成四十年前，那时我在香港成日失学读书。我读书的时候其实对科学已经很有兴趣，尤其是生物学，尤其是这个分子，这个分子就是 DNA。 因为我那时候就想到，就是觉得这个 DNA 好像冥冥中是主宰了我们的健康啊各方面。而那时候我读生物学的时候，我本书就叫做 Biology, A Functional Approach, 我相信在座有部分的人士都有看过那本书。那本书很有趣，它就是里面有很多出名的科学家的相，其中一张就是这一对科学家，他们就 Watson and Crick, 就是他们发现 DNA 的双螺旋的结构。你看到 Watson and Crick 就在这个地方是很有历史性的，其实这个就是剑桥大学的英皇书院。所以那时候我就很向往剑桥，就想为什么这个大学会这么多百年来经常都可以栽培到出名的科学家。所以結果我在實驗室畢業的時候，我就考入了劍橋大學，就去了這間書院，這間就叫 Emmanuel College。 我入的時候它就大約是四百年歷史。 Emmanuel 也有很多出名的學生，其中一個就是 John Harvard， 就是 Harvard 大學，就是名因為它而命名的。而這個 Emmanuel College 很特別的地方就是它裡面是很多鴨的，其中的理由就是因為它裡面是有一個祠堂，咁祠堂咧就好多鴨喺度玩啦。咁就話説咧，就以前 Manuel 咧有個教授咧就叫做 Thomas Young 嘅。咁佢就有一日咧就見到啲鴨喺度玩水，就見到啲涟漪咧，大家係互相干擾。咁啊諗到會唔會其實嗰個光波咧都有啲涟漪嘅 effect 嘅。咁所以嗰個古仔咧就話到俾我聽咧，其實作為一個科學家咧，我成日都要喺嗰個日常生活裏邊咧就攞靈感嘅。咁我諗一間喺我古仔度咧，你都見到呢啲部分。嗱，咁而喺劍橋度讀醫科咧，其實就冇喺香港咧就咁即係平坦嘅。就因為咧喺劍橋牛津咧，佢哋就會收你淨係讀三年。咁而三年之後咧，就睇下你成績點咧，就你跟住又要再報過。咁喺我自己嘅情形之下咧，我三年之後咧就決定咧想去下即係劍橋對手嗰度，就係牛津大學。而這間書院就是牛津最大的那間書院，就叫 Christ Church， 就是基督堂書院。為什麼我會去呢？就因為我有一次在牛津旅行，見到基督堂的、那個、建築很漂亮，尤其是它的飯堂。這個就是它的飯堂。如果它的飯堂就像要博物館一樣，而其實這個飯堂就現在就被人做了 Harry Potter 的飯堂，所以挺特別。即那時候我每晚都有機會在那裡吃飯。而牛津其實又很荒謬嘅，就是、因為我哋譬如考試嗰時候就要穿到咁樣嘅，咁呢個叫做 suffus， 即係佢要白色布呔，又要有袍，即係如果你唔係穿到咁咧，佢就唔俾你入去考試嘅嚇。咁都幾得意。咁喺牛津嗰時咧，我就先開始真係去睇病啦，因為我哋做醫學生咧要做唔同嘅科目，咁其中一個科目咧就是、婦產科。咁我就學到咧，即係一個孕婦有 B B 嗰陣時咧，佢當然想知道 B B 仔或者 B B 女咧係咪正常。尤其是 DNA 和染色體方面，但在那個時代你要測試這件事就一定要篤一支針進去個子宮裏面抽液體，這個過程叫抽羊胎水，但每次你這樣篤法有 0.5% 的機會個 BB 會因此流產，所以很多孕婦就很擔心。那時候我作為一個醫學生就想，為什麼醫生做這些危險的事呢？
可唔可以抽一個媽媽嘅血咧，就測試到個 B B 仔係咪正常？咁但係呢個諗法喺嗰陣時嚟講咧，其實幾匪夷所思，因為大家知道咧，我哋嘅血循環系統咧，同我哋媽媽血循環系統係分開嘅。咁理論上你冇辦法可以抽媽媽血測到 B B 嘅 D N A 噶嘛？咁但係我作為一個醫學生，我就諗會唔會其實傳統嘅諗法係錯嘅？其實 B B 咧係會留少少佢嘅嘢咧入去媽媽嗰度，會唔會有啲細胞流落去？咁但係個難度就係你咁，你見到個細胞喺媽媽血度，你點知佢係 B B 嘅咧？你一定要揾一啲嘢係話俾佢聽係 B B 嘅。咁嗰時候我諗咗六個月咧，就結果我諗到咧，如果 B B 仔係全部係仔，咁你就無端咧會見到啲男性嘅細胞喺個媽媽血度出現。咁所以嗰陣時候就好興奮，我就諗哇，如果用呢招咧就應該得啦。咁嗰時候我就試過去說服咧一啲牛津大學嘅教授去俾我做。咁但係開頭咧，佢哋就唔係好信，即係佢覺得如果真係有呢個辦法咧，人哋神早做咗，都唔輪到我啦嚇。但係結果好彩咧，就有一個教授就話 ：OK， 我俾啲時間俾你去實驗室去做。咁個結果咧就做咗咁嘅實驗。咁我就揾一個染料，而呢個染料咧就好中意黐落去個男性染色體度。咁黐咗落去之後咧，就出一點黑色咁樣。咁我做完之後，發覺原來喺呢個孕婦嘅血裏邊咧，真係原來有幾粒咧男性嘅細胞。咁即係話我想法真係啱喎。而跟住咧，我亦都可以將呢個 DNA 男性染色體嘅信號咧係擴增。咁結果咧，就喺我畢業嗰年咧，就出咗一個好出名嘅醫學雜誌叫 Lancet。咁呢個係全世界兩個最出名的醫學雜誌之一。咁啊出咗篇文章。咁而幾個月後咧 ，Lancet 咧就有一個社評咧就話 ：Is it a boy？ 就因為呢個技術咧，你可以用佢嚟測試 B B 仔個性別。咁跟住咧我就畢業啦。咁啊出去做呢個 houseman 啦。咁嗰陣時做 houseman 都係好辛苦啦，即係 on call 36小時啊 ，etc。咁但係雖然 on call 咁辛苦咧，我但係都諗起呢樣嘢，因為覺得我呢樣嘢咧，我喺醫學生嗰陣時咧做咗個頭，我有責任咧去完成佢。咁所以我就諗，不如做完個 houseman， 即係實習醫生一年之後咧，就唔好做醫生住，暫時不如翻去牛津啦，再全職去試下解決呢個問題。咁我記得咧嗰陣時，因為我爸爸都係醫生啦，咁佢其實好擔心，因為擔心我哇點解有醫生唔做又翻去做啲咁嘅嘢咧，會唔會嘥時間咧？啊，咁同埋嗰陣時咧，又喺英國讀書好貴噶嘛，嗰陣時要成每年唔知£20,000嘅，咁結果又要揾好多唔同嘅獎學金咧，先可以籌到£20,000。咁啊，結果咧都真係翻咗去。咁呢個就我讀 PhD 嗰陣時嘅樣。咁你見到好似咧係包到要恐怖分子咁啊！就點解咧？就因為我其實係用咧個 Y 染色體男性染色體嚟做標記，而我全身每個細胞都有男性染色體，咁所以其實我係保護我啲樣本，唔好俾我自己污染。咁但係問題咧就係我可以做嗰陣時咧，全職做咧，咁我就知道哇好難喎，即係因為耐不耐你揾到嗰個 B B 嘅細胞，好似我 show 俾你睇有四粒，咁就 OK。但係如果日日要做，要個個孕婦都揾到咧，其實好難。同埋如果個孕婦陀緊個係 B B 女，咁又點咧？咁所以因為做嗰陣時咧，就發覺哇，我冇辦法做到一個技術咧係好準確嘅。咁結果咧，我嗰啲獎學金又完啦。咁到94年嗰陣時咧，咁又要面對現實咧，要畢業啦。咁嗰陣時研究咧就做得唔係好好，但係好彩我識到我太太咁樣。咁我哋兩個咧就同一日咧就畢業嘅，就94年。咁啊出翻去做醫生，咁啊做多3年，咁時間好快到97年啦。咁嗰年當然香港回歸啦。咁同我爸爸媽媽同埋太太爸爸媽媽都喺香港，咁啊年紀又開始大啦，咁所以我就決定咧翻香港，咁我就加入咗中文大學。咁一段時間咧，我就可以即係辭咗職喺牛津，等緊翻香港嗰陣時咧，就去諗下之前嗰幾年其實做咗8年嘅喎，做錯咗乜嘢咧？點樣做來做去做唔到？咁啱啱喺嗰段時間咧，就見到有個雜誌，就兩篇文章，佢就話咧啲癌症嘅病人咧，佢個癌細胞咧。會將啲癌細胞嘅 DNA 放到落病人個血漿嗰度，咁跟住我有奇想，我就諗，咦，嗰個 B B 仔喺媽媽身體度生長咧，同個癌細胞喺個病人身體生長，其實有啲相似嘅喎。即係如果個癌細胞可以將個 DNA 放出嚟，咁 B B 都可能得。同埋我做咗咁耐醫生，我從來未見過一個 cancer 咧有一個8磅 B B 咁大嘅。咁所以我估，如果細細嘅 cancer 都可以留到 DNA 出嚟咧，
個 BB 應該都掂。嗱，咩叫血漿咧？嗱，如果我抽啲血放嚟啦，咁啊成支係紅色噶嘛。但如果等喺張台度等兩個鐘咧，嗰啲紅血球就沉澱落底，白血球喺度，而上面嘅液體就叫血漿。咁所以我就係諗緊咧，其實我咁多年做八年咧。做錯嘢咧，就因為我喺媽媽嘅血度咧揾 B B 嘅血細胞，會唔會其實我要嘅嘢咧唔喺細胞度，喺細胞中間嗰啲液體？咁但係呢個諗法其實嗰陣時嚟講又係好不可想像，因為全世人都知道咧，啲 DNA 應該喺細胞裏邊，冇理由喺細胞外邊浮遊噶嘛。咁但係嗰陣時我知道，我喺英國翻香港之後咧，係咪都要由頭嚟過啦？即係如果係搏就係嗰陣時搏噶啦嘛，咁乜嘢都試下啦，咁去試。咁但係問題就係我從來未做過血漿嘅，之前做細胞。由嗰陣時因為辭咗職咧，又冇資源喎，咁我點樣去試呢個 idea 咧？啊，咁我就諗啦。嗱，如果你去過英國，你知道咧，其實英國食嘢唔係好掂噶嘛，嚇係咯。咁所以嗰陣時咧，我喺大學嗰陣時咧，如果係食得厭厭地咧，就會翻房去煮公仔麵食。咁煮公仔麵好易啫，嗱，你煲啲水，跟住等個公仔麵去。浸嚇幾分鐘佢有得食啦，我就諗啊，可唔可以攞啲血漿去煮，煮五分鐘，跟住攞幾滴去測試。咁你嗰陣講到哇，點解做啲咁渣嘅嘢？咁但係如果你冇錢冇資源咧，就好渣都要做噶啦嚇。但係最奇咧，就我發覺原來呢啲咁嘅汁咧，煲完嘅汁咧，竟然有信號喎。你見到有啲女士咧嘅血漿會有呢個信號，有啲冇。而跟住咧，我就發覺原來有信號咧，全部係仔。全部駝仔嘅，冇信號都全部駝女，咁所以呢個就係全世界第一次咧，證明原來孕婦血漿裏邊咧係有胎兒 DNA。而之前係冇人發現過，因為之前咧全世界咧都係睇細胞，而將嗰啲血漿係掉咗去。而跟住咧，我哋發覺原來咧個孕婦咧喺第七週開始咧就已經個血漿裏邊咧有 BB 嘅 DNA， 而到第十週咧，竟然個 DNA 嘅濃度咧係達到15%嘅。咁其實好奇喎，諗個 B B 咁細，個媽媽咁大，但竟然15%嘅血漿 DNA 係 B B 出嚟嘅，咁係好匪夷所思。咁而跟住咧，我哋發覺，咁 B B 如果出咗世之後又點咧？咁發覺原來 B B 出咗世之後咧，喺兩個鐘頭內咧，啲 DNA 就冇曬，即係好似咧係懷孕期嗰陣時嘅 B B 咧係俾個信號俾媽媽，而出咗世之後就唔需要信號。咁同埋另一樣好重要咧，就係呢個已經證明咧。啲血漿嘅 B B 啲咧係唔會殘留嘅，即係唔會由一次懷孕殘留去第二次。即係如果會咧，咁佢第二次開始咪唔準確咯。咁跟住咧，我就諗啦，咁呢個技術有咩用咧？咁第一個用途咧，就睇下佢可唔可以話到俾我聽 B B 仔嘅性別啦，係男定女。咁你話咁有咩用咧？個用途就係因為咧，男性咧就一條 X 染色體，一個 Y 染色體，而女性咧就兩條 X 嘅。咁所以如果你有基因喺男性嗰條 X 染色體度壞咗咧，咁我哋咧就冇事啤嘅，咁啊即刻有病。但如果女性咧一條壞咗，就有另一條頂住。咁所以你知道 B B 嘅性別咧，就可以測試一啲同性有關嘅病，好似血友病，又好似某啲肌肉萎縮症。咁我做咗出嚟，發覺幾乎100%準確。咁啊，另外想做咧就係、是、做下 B B 嗰個血型啦。因為有時原來媽媽同 B B 嘅血型唔夾咧，咁個媽媽就會當個 B B 咧係啲侵略者，就製造啲抗體去打個 B B 嘅。咁所以用呢個技術咧，我又可以近乎100%地咧知道 B B 嘅血型夾唔夾。咁跟住咧，我就比較可以有野心啲啦，嚇有信心啲啊，就想去做一啲比較更加重要嘅嘢。喺嗰陣時咧，孕婦咧點解會做？產兒診斷就最常見咧，就係佢擔心 B B 有冇唐氏綜合症。嗱，咩叫唐氏綜合症咧？就我哋 DNA 通常咧就喺染色體上邊，而染色體咧就係1234咁樣一對一對，而一號咧就最長嗰條，二號短啲，三號更加短。而唐氏綜合症咧就係第21號染色體，即係一條好細染色體，就唔止係一 pair， 佢有三條，咁就有唐氏噶啦。咁我就諗我呢個技術可唔可以嚟測試唐氏綜合症咧？咁其實幾難喎，點解咧？因為我就話俾你聽，要測試唐氏綜合症咧，我就要一個細胞，跟住我數下呢個細胞裏邊有幾多條染色體。
咁但係我呢個技術咧係冇細胞噶嘛，啲 DNA 喺細胞外邊度浮遊，咁所以其實喺個概念上咧係幾難嘅。咁但係我一諗試下做啦 ，OK。咁另外一個難度咧就係媽媽血漿裏邊咧，大部分嘅 DNA 都係媽媽自己嘅，即係紅色嗰啲，而 BB 咧係好少部分嘅啫。咁即係你可以想象啦，譬如紅色呢啲係媽媽嘅 DNA， 黃色嗰點係 BB 嘅 DNA。咁你想分析 BB 呢一點，但係就會俾媽媽嗰啲嘢搞亂咗。咁我就諗緊辦法去解決呢個問題咧。咁我就諗可以，我唔係一次過去分析佢，而係將佢咧，將呢啲 DNA 係分到好多個唔同嘅試管度，而每個試管裏邊咧。只係有一個分子或者冇分子，咁一種情形之下咧，個 BB 嗰點嘢咧，咪就係自己喺一個 test strip 度，就唔會俾其他影響到。即係好似我喺呢度咧，唔係全部同你一次過咧嚟講學，而係邀請你每人咧去每一間房一同一對一咁同你講。咁呢個技術咧，其實咧就係叫 digital， 就因為咧佢係好似數碼咁，係有信號冇信號。好似電腦一零一零咁樣，咁我做喎，咁做完之後翻做到，咁我哋好興奮地咧，就喺2007年咧就出咗呢一張文章。但係最奇嘅咧，就喺幾個禮拜之後咧，有另一個人咧又出另一篇文章，又係差唔多喎。你見啦，我係用 digital， 佢又係 digital 喎。而最奇咧就兩篇文章係同一日投稿喎，即係你真係唔可以想象。咁即係話有人同我哋鬥啦 ，OK？咁跟住我哋就變咗要快啦。咁我就諗啊，呢個技術有咩唔好處咧？佢就係喺第21號染色體裏邊咧，我揾一個基因出嚟去測試佢，而其他部分咧呢條染色體咧，我就掉曬佢嘅，即係等於我想認你個樣，我淨係睇你隻眼，我就唔理你眉毛，唔理你耳仔，唔理你個頭型。咁其實嘥咗好多資料噶嘛。我就諗可唔可以發展個方法咧，所有資料都用曬。咁我就諗啦。血漿裏面有很多 DNA， 如果我做 DNA 排序，譬如排序幾百萬個呢分子，我又知道人類基因圖譜，我可以告訴你每一條我排序的東西是哪條染色體出來的，我接著就可以 plot 個 graph， 就說不同染色體的比例，我做出來發覺哇，原來很準確的，你看到這個第21號染色體，就是唐氏那條染色體，你看到有唐氏那些孕婦咧就係嗰個綠色同埋紅色個信號好高嘅，而正常嗰啲就完全好低嘅，即係用呢個技術咧 100% 可以分到佢。咁結果咧，我又好開心咧，就出咗篇文章。一年之後，但最奇咧，有幾個禮拜咧，另外嗰個人咧又出咗佢篇嘢，又係差唔多喎。咁我開始就諗啦，哇！呢個咩人嚟啦嚇？呢個 Stephen Quick， 咁我上網睇下啦，咁發覺原來佢咧。就是史丹福大學的一個教授，咁佢係呢個 bioengineering， 而最奇咧，佢又 Oxford 嘅喎，而最奇又係94年畢業喎，即係我年，咁我就翻去咧同我太太講，因為我太太咧又係讀 physics 嘅喺嗰度，咁我就問佢識唔識呢個人，咁佢話唔識，咁但係佢話喂，不如抄翻呢張嘢出嚟啦，咁我喺嗰度咧，而佢就喺呢度，即係好奇喎，即係嗱，我細佬影呢張相嘅，又咁巧咁近。咁而最奇咧就係嗱，又因為我做呢樣嘢之後咧，幾年後咧，2013年咧，咁我就好僥倖地咧，就係當選入去美國科學院做院士啦。咁佢就公佈一咧，我就見到我名啦，咁我好開心啦。但睇睇下咧，再低啲就見到佢嘅名。咁所以結果咧喺嗰個頒獎嘅儀式裏邊咧，咁我係3個人決定再影咗張相。所以有時好巧，即係好似冥冥中咧，係令到我哋嘅命運係一齊。咁你見到啦，咁而家我哋就有呢個技術，就好似可以好準確去做唐氏綜合症。咁但係如果你真係要推出嚟咧，去應用咧，咁我要做啲大型嘅研究啦。咁所以之後咧，我花3年時間咧就去做呢樣嘢。咁做完之後咧，就喺2011年咧公布，咁就發覺哇，真係好準喎！嗱，呢啲唐氏嘅呢啲係正常嘅，99%準確性，咁即係得啦。咁我就好興奮地咧，就想將呢個技術咧去推出市面啦，去惠及啲孕婦啦。咁但係問題就係我喺大學噶嘛，即係好難喺大學度咧去推一個產品出嚟。咁我一定要同啲公司合作。但係如果你同公司合作咧，你一定要有辦法咧話俾佢聽，
佢嘅投資咧係可以有個保障嘅。咁點保障咧？最重要的方法咧就係你一定要有專利權。咁但係我讀書嗰時候冇人教我寫專利權噶嘛。咁但係我都要學下，試下寫啦。咁啊寫咗啲，咁寫完之後，但係開頭咧，我同大學咧都冇乜經驗嘅。咁我就將個技術咧就去將佢授權咗個英國公司。但係英國公司最初咧，佢就唔知道呢啲好嘢嚟嘅。咁佢就坐咗三年，就當係冇用嘅，當係廢物咧，俾翻我哋，即係佢話廢嘅。OK， 咁我正好驚訝。咁跟住咧，又要再揾個第二啲方法啦。咁我一次去一個會議咧，就撞到呢個人啦，佢叫 Dr. Charles Cantor。咁佢嗰陣時喺美國一間上市公司叫 Sequinon 嘅一個科學官。咁我就傾起一樣嘢。咁跟住咧就合作。咁結果咧就 Sequinon 咧就授權咗我哋嘅技術。咁但係當然喺另外一邊上咧，我係史丹福嗰邊。咁呢啲史丹福佢哋好熟呢啲嘢噶嘛？嗱，你話 Google 又喺嗰度嚟 ，Hewlett Packard 又嗰度嚟，咁即係變咗呢啲商品化對佢嚟講咧，可能日都喺做緊。咁而 Steven Quick 咧，亦都將佢個專利咧就賣咗俾另外一個公司。咁你見到啦，有兩間公司有呢樣嘢，咁變咗兩間公司咧就開始打專利嘅 battle 啦。即係好似嗰陣時啊 ，Apple 同 Samsung 咁，有好多 battle 去打。咁嗰陣時咧，就係喺嗰幾年咧，我哋都學咗好多嘢。嗱，即係譬如話啊，係打啲官司咧，原來咧有個過程咧叫 deposition， 就對面咧嗰啲律師咧可以盤問我嘅。而每次盤問我咧係可以七個鐘頭。咁你坐低咧，咁佢就有個攝影機影住你。咁跟住咧就有責任問你問題。而跟住個鐘喎，佢而家開始盤問啦，就撳個鐘又開始。咁跟住我話我要去洗手間喎，咁佢就停咗個鐘先。去完洗手間翻嚟再殺過，一定係問到足七個鐘，跟住第二日再開始過。咁所以個過程係真係好得意。即係我律師同我講，你俾人盤問咧，就好似你打足球係十二碼嗰陣時候，你係守龍門嗰、那個，即係你係永遠贏唔到，你只係輸波啫。即係唯一要做嘅嘢就係要捱過七個鐘頭。咁 anyway 咁捱完幾年之後咧，結果咧兩間公司就決定咧庭外和解。咁結果咧，佢哋將所有我哋專利，我嘅專利同 Stanford 專利咧鋪埋一齊。咁而家所有公司咧，只要俾一啲費用咧，就可以攞到個專利嚟用。咁結果技術咧，就係2011年咧10月咧就推出。咁呢個技術咧就叫做 NIPT， 即係 Non-Invasive Prenatal Testing， 即係無創性產業診斷。咁而家呢個技術咧，其實已經喺90個國家有用噶啦。嗱，譬如咧，而家每年咧喺國內咧。就有400萬嘅孕婦係用緊，即係每年而家中國咧1800萬個 B B 出世，咁其中咧可能有1/4咧係用呢個技術。咁但係香港點啊？因為我喺香港住噶嘛，咁我梗係想香港有最好嘅一個 service 啦。咁我咧就有一次咧就同以前嘅創新科技處長咧就 Janet Wong 就傾起上嚟，咁佢就話 ：Dennis， 點解你唔諗下自己去開間公司咧？啊，咁但係因為我係一個醫學嘅教授，我真係對開公司唔係好熟噶嘛。但結果因為佢鼓勵咧，咁我就諗去試下。咁有邊個人去識幫我去 run 公司咧？咁結果好好彩地咧，就揾到幾個以前嘅學生，譬如 Tony Young 啊、Doris 啊、邦咁。咁結果佢哋咧就去幫我去 run 呢間公司。咁我間公司咧就叫做 Exelon， 即係 Stanford 咧就 Extracellular Genome， 即係細胞外邊嘅基因組。而中文名叫咩？就叫做亞視能，因為諗住我哋係學者。是文人雅士嘛，即我哋都做到咁解。咁所以呢間公司我哋就等咗喺科學園啊。咁而好彩地咧，咁我哋亦都唔使執笠。咁我哋就結果咧係做咗一個香港嘅 market leader， 即係佔可能香港可能70%嘅 market 咁樣。咁但係當然，如果你淨係做呢啲 test， 淨喺私家嘅市場做咧，亦都有唔好處，因為佢始終係貴，即係要俾可能2000到5000蚊嚟做呢樣嘢。咁有部分市民可能唔願意或不能夠俾個錢咧，咁所以我哋最近咧就將呢個技術咧免費咧就俾咗醫管局。咁醫管局喺今年年尾咧就會喺兒童醫院度做呢個 test， 就俾香港最高危孕婦咧就免費咁做。嗱，咁你見到啦，好似我由醫學生嗰陣時諗開頭想做嗰啲嘢咧，都差唔多已經做咗啊嘛，啊唐氏已經好準啦，99%。咁跟住點咧？嗱。即係我暫時好似未夠鐘退休噶嘛嚇，咁我就諗啦，如果你係好有ambition 嘅，咁我如果再去咧，就會唔會成個
BB 嘅鏡頭譜做出嚟啦，即係唔係淨係做唐氏啦，所有嘢做曬。但係咁係難喎，因為鏡頭譜咧係講緊60亿嘅密碼，30亿個喺我爸爸嚟，30亿個喺我媽媽嚟，而同埋啲 DNA 係碎曬，又同媽媽啲撈埋一齊。咁所以開頭咧我就諗咗幾年咧，係諗唔到點做嘅。咁直至有一日咧，我就同我太太咧去睇呢出戲。咁我記得嗰時候喺 I Square 睇啦，咁係 IMAX 係 3D 添。咁我係坐咗喺戲院度，咁啊戴咗個 3D 眼鏡，就等佢開場啦。咁跟住咧我就見到個哈利波特個標誌飛出嚟。咁嗰陣時候我就望住呢度係 3D， 睇來睇去咧好似一對驗色體咁。咁嗰剎那我就明白啦，突然間諗到點做啦。因為到嗰陣時嚟講咧，我成日喺度諗緊有冇辦法用一條方程式去搞呢樣嘢。但喺嗰剎那我就諗一條方程式搞唔掉，可能要兩條。就點解咧？因為 BB 仔每一對染色體咧，一半喺爸爸嚟，另一半喺媽媽嚟。咁可能每邊一條 formula 搞掉。咁點講咧？嗱，譬如你當呢張相係爸爸鏡頭譜，呢邊係媽媽鏡頭譜。咁 BB 咧就有一半係爸爸嚟，一半係媽媽嚟。咁媽媽血裏邊咧有好多媽媽圖譜喺度浮遊啦。我而家就試圖去破解 BB 嘅圖譜。嗱，咁兩條方程式，第一條就爸爸嗰邊先。咁我點做咧？我就將爸爸圖譜同媽媽圖譜比較，就揾啲嘢咧，淨係爸爸邊有，又媽媽冇，又容易揾嘅，譬如呢棵花咁。咁我就去媽媽血嗰度，就去揾個棵花。你每次揾到一棵花咧，就係少少個 BB 從爸爸遺傳嘅嘢。你揾到好多棵花串埋一齊咧，個 BB 爸爸嗰半咧就出咗嚟。咁跟住媽媽嗰邊點咧？嗱，媽媽邊就難啲喎，因為 BB 嗰啲咧喺媽媽血度浮遊啊嘛。如果媽媽有棵花，佢俾咗 BB 咧，媽媽自己都有，所以你用唔到呢個方法，你用第二啲方法。咁我就諗啦。如果你看媽媽的圖譜，左邊和右邊其實比例是1:1，就像我左手和右手1:1。但如果媽媽將她右邊遺傳給 BB， 而 BB 又流一點點落媽媽血，那在媽媽血右邊就多過左邊一點。所以你要做的事就是去媽媽血裡就數過兩邊，多了一點點那邊就是 BB 遺傳那邊，就像我去看你那些洗衣服，就看看你左邊物和右邊物比例是1:1。如果有少少不同，我就在想這個人是否多了一隻右腳出來呢？這樣。這個就是理論，實際做不做到呢？結果就威爾斯就找了一對華人的孕婦和先生，而兩個都是地中海貧血症的攜帶者。地中海貧血症是一個遺傳性的貧血症，在香港很常見的。咁我抽咗媽媽的血咧，就去睇下個 BB 有冇事啦。咁呢樣嘢其實好難做喎，就點解咧？就因為正話，如果講唐氏綜合症咧，我抽媽媽的血咧，我排序500万個 DNA 分子咧，就個 test 已經99% 準確。但要做成個圖譜出嚟咧，我竟然要做成40亿個呢啲 DNA 分子。嗰陣時淨係呢個個案咧，做咗我160万港紙，即係做到破產啫。但係值得做嘅，就因為呢個個案咧。可以話到啲之前係唔知道嘅嘢，咁做完之後咧，結果咧呢個就係答案。咁呢個就成個鏡圖譜，咁你見到咧啲染色體咧，今次用圓圈畫出嚟，而個 BB 嘅圖譜就藍色嘅信號，就成個圖譜喺度。而呢個地中海貧血症嘅基因咧，就喺第11条染色體，咁我哋 zoom 入去就發覺原來 BB 仔咧係呢個地中海貧血症嘅攜帶者。咁結果呢篇文章就出咗呢個雜誌啦。就亦都做咗封面添嘅，咁而18个月之後咧，又有兩篇文章咧，係我哋美國嘅同事出，包括我哋個 friend Steve Quick， 咁所以你話呢個世界其實永遠都係好大競爭嘅，但係今次好彩啲，起碼我有18个月快過佢少少啊。嗱，咁你可以想象啦，我哋發現咗呢個技術，或者發明呢個技術啦，咁就可以抽少少媽媽嘅血咧，就知道 BB 成個基因圖譜。咁嚟做一啲咁嘅技術出嚟咧，一定係有一啲道德啊、倫理啊、法律上嘅影響噶嘛。例如咧，有啲人諗住呢個技術好簡單，咁會唔會其實我哋係變相地咧去鼓勵啲孕婦咧去做產前診斷？咁其實我發
明呢個技術咧，最主要目標咧就係打好瞓嘅 B B 仔咧，都係正常嘅。但係呢啲正常 B B 仔，如果你用傳統嘅方法咧，係會受到呢個不必要嘅危險。其實我係保護嗰啲 B B。咁但係咧，有公司就會諗，咁如果呢個技術咁容易咧，咁我係咪可以唔使通過個醫生，直接咧去賣俾消費者 ，direct to consumer？ 咁而你如果上網睇咧，的確咧係有啲咁嘅公司。即係例如有啲公司咧，就用呢個技術咧嚟做性別檢測，即係唔係因為有性染色體嘅疾病，而係性別。咁甚至譬如呢個網站咧，佢甚至係有引用我一篇文章，即係話呢樣嘢係真係啊有科學證明嘅。又譬如咧，呢個係一個澳洲公司用299個澳元咧嚟去做呢個 test。佢甚至話呢個技術咧係 scientific basis， 即係用科學嘅。不是用 astrology， 即是占星学，即是几期，即是完全是科学的东西，但是他用占星学来想这件事。但可惜 在中国呢都有这个问题，因为传统上中国还有部分人呢特别是重男轻女，但是国内其实就是不给你产前知道 BB 仔的性别，即是如果没有一个医学理由。但香港就反而没有那么tough 的法律。所以咧，變咗有啲國內嘅孕婦咧，就將佢嘅血液樣本咧運嚟香港做測試。所以來不來咧，你會睇報紙會見到咧，香港海關咧會喺譬如深圳嘅地方咧，會揾到有啲人偷運啲血液入嚟嘅。咁所以相喺呢方面咧，我哋需要更加去小心去 enforce 嗰啲法例啦嚇。咁又另外咧，有啲公司咧就將佢嚟做測試咧嗰個爸爸嗰個身份。因為部分孕婦可能因為她的生活方式，有 BB 之後她不知道誰是她的爸爸，是那個 BB 的爸爸，她就想用這個技術可不可以幫到這件事。譬如你見這間公司就打這個電話，就是 Are you my dad？ 她就會告訴你即是她說只是用那個媽媽的血，就不用那些爸爸都抽血的這樣。但當然我要想，我們是不是想這些技術是用在這些方面呢？所以即係話到尾咧，就嗰個科技同嗰個法律啊，各方面道德啊嘅討論係需要並肩咁去咯。又當然，如果我成個 B B 基因圖譜做出嚟咧，就更加多第啲嘢啦。例如我出嗰日咧，喺倫敦個《泰晤士報》咧就頭版咧登呢樣嘢，佢就話咧係咪有啲 ethical 啊，有啲實際嘅問題要 solve。而譬如呢個美國嘅《Scientific American》咧就話。其實太多資料了，譬如我告訴你聽，你60億個密碼是怎樣，是不是通常的孕婦甚至她醫生是不是明白那個解釋呢？又甚至自然雜誌說會不會有個 flood， 很多很多水沖過來 with this genetic information。 所以現在我們需要討論這些東西。 OK， 講到這裡，你看到這個技術怎麼會發展出來呢？就因為我看到有 cancer 的 DNA 在個血漿裡面出現，咁就諗到 BB 都會啦。咁而家 BB 嗰邊又做得咁好啦，咁係咪時候咧將我哋 BB 嘅技術用翻喺 cancer？ 咁所以我就特別咧對呢個病有興趣，就係鼻咽癌。咁鼻咽癌咧就係呢個地方嘅 cancer， 咁你見到咧就好近個腦嘅。咁而呢個 cancer 咧就喺南中國特別多人有，就譬如咧一個廣東男人好似我咁啦。一世人有鼻咽癌的機會是39%。咁點解我哋特別諗緊鼻咽癌咧？就因為我做 BB 嗰陣時咧，就因為我需要一個標記，即係如果 BB 仔係仔咧，我用男性染色體係標記。咁如果 cancer 嚟講咧，我需要個標記。而鼻咽癌咧就有個咁嘅標記，就原來鼻咽癌咧係同一隻病毒有關，就是、EB 病毒。咁我就諗啦，會唔會其實咧個鼻咽癌細胞好似 BB 細胞？都會將佢 DNA 放到落去個病人血漿裏邊，而我可以見到啲 EB 病毒做個 cancer 標記。咁我記得我諗到呢個 idea 嗰陣時咧，我就同我威爾斯同事咧係傾。咁而開頭咧有啲同事咧就笑我，就覺得唔 work 嘅。就點解？因為大部分人咧都係有感染咗啲 EB 病毒，即係例如在座咧，可能99%嘅人咧，其實身體裏面有 EB 病毒。咁我就諗，如果我做咁嘅 test 咧，應該有好多假陽性嘅現象。結果決定咧，都係試下做。咁結果就做咗呢個答案出嚟。咁你見到咧，喺左手邊咧就係有鼻咽癌嘅人，個血漿裏邊咧係好多呢 EB 病毒嘅 DNA。
而右邊是正常人，就大部分都沒有的。那我們就想了，那我做出來其實是顯示什麼呢？是不是在說這些 cancer 會整個病毒是掉進去，即是病毒會不會有感染性啊各方面。那我們發覺原來不是的，原來我的病毒的 DNA 是一些 DNA 的碎片來的，就像 BB 就是那些。那譬如那時候我做的 test 就說這些碎片的長度有多少，由短去到長，我們發覺原來越短那些是越高濃度的。還有呢，我就說給你聽， BB 的 DNA 在媽媽在 BB 出世之後兩個小時內就沒有了嘛。我就想，那在 cancer 裡又會不會是這樣呢？因為這是重要，因為譬如那個人有 cancer， 他醫了之後呢，他就會問個醫生，喂，那我是不是好得回呢？而傳統的方法呢，通常可能很慢你才見到那個 cancer 消退的嘛。但如果這個技術好像 BB DNA 是幾個小時已經沒有了，我就可以立刻告訴病人其實那個治療又沒有用。所以結果我就用這個技術，就譬如在電療過程，我發覺哇，原來真的可以的。因為香港來說做電療通常是六到八個禮拜，但我看到原來是一兩個禮拜我已經看到它在下跌，而是每四天就跌一半。而我發覺原來那個跌得越快，即代表個 cancer 是越對電療是有成效。但如果不用電療，我用手術就更快。那你看到在手術過程中一點個鐘頭之後，哇，即刻已經低曬了。所以這個技術可以告訴我每個小時或每一天那個病人的情況是怎樣，就譬如長一點都可以的。譬如這個病人醫之前的水平很高，我電療了之後他低了，那就沒事了。但接著 cancer 復發又高了，又再醫又低了，所以你是知道 exactly 怎樣發生。又譬如病人如果是做得很好的，譬如開頭是很高，醫完之後就很低，咁呢一啲病人咧就完全係治愈咗。咁我就諗啦，除咗醫一個人係有 cancer 之外，你可唔可以用呢個技術嚟篩查鼻咽癌咧？即係在座各位咧，你係健康嘅，但可唔可以用呢個技術咧，係話到俾我聽，你有冇一個好早期鼻咽癌咧？咁我覺得係值得做嘅。點解咧？因為如果鼻咽癌咧係第一期發現咧，佢長時間咧嘅生存率係9%+。但每次有一個人死咧，佢就會低咗少少。但如果等到第四期先發現咧，話你見到好多人會死亡，就長期咧可能65%嘅人會生存到。咁但係雖然咧香港醫療架構係幾好，但係可惜地咧，原來喺香港嚟講咧，有76%鼻咽癌咧係第三或者第四期先被發現嘅。咁所以咧，我哋想做一啲嘢。咁我哋結果咧就想咧喺3年之內咧就分析20,000個香港嘅市民。我們就想做一些最高危人士，即是男性是40-60歲，就像我這些。接著我想看用這個技術可不可以早一點見到鼻咽癌，變成每個市民進來的時候我就測他的血，看看有沒有這個病毒 DNA。 如果陽性我就等4個星期就再做一次。為什麼這樣做呢？因為我估可能有兩個理由，我們血是陽性，第一就是那個人有鼻咽癌，第二呢就可能咧，呢個病毒其實會引起啲好似感冒咁嘅症狀嘅。佢可能嗰一剎那有啲感冒，但如果俾佢4個星期去復原咧，咁正常人應該低翻曬。所以做兩次咧，應該令到個假陽性會降低。如果兩次咧陽性咧，咁我就做內窺鏡同埋做乜呢個核磁共振。咁跟住咧，我就醫啲 cancer 同埋 follow 所有人。咁每個禮拜咧，我都派一隊 team 咧去唔同香港嘅地方。每個禮拜咧，我係recruit 到大概200個市民度。咁結果咧，個研究咧就完成咗啦，就超過20,000個市民啦。咁我係發覺裏面5.5%咧，就第一次係陽性嘅。如果兩次陽性咧，就1.5%，即係有300多個。而呢300多個裏邊咧，有34個真係有 cancer。即係話呢個技術咧，係嗰個 predictive value， 即係預測性咧。是有 11%， 其實 11% 已經很好的了。因為譬如現在大腸篩查那些是只有 3%， 所以這個已經好過去可能4倍。那這個呢就是現在未有篩查之前香港的鼻咽癌，你看到呢大部分的是第三或者第四期，但現在用了這個技術之後呢就轉了，變成大部分是第一或者第二期，變成70%是第一或者第二期。還有跟著如果跟進就發覺生存率是很好的，
見到34個人咧，只有一位咧係過身，其他全部咧都係生存，其實可以當係治癒咗。但如果你望西查咧，見到死亡率係高好多，所以個死亡率咧係低10倍嘅。所以我估呢個技術咧，如果喺南中國推出咧，鼻咽癌死亡率好快咧可能會 half 咗，即係減半。咁所以呢篇文章就2017年咧就出咗呢個係全世界最出名的醫學雜誌。咁而嗰年咧，佢仲揀咗呢篇文章做佢嗰年10篇最重要嘅文章之一嘅。咁我係相信鼻咽癌只係第一步，因為其實我用翻同一 set 技術咧，成個 BB 嘅排DNA 排序都做出嚟啦。我而家亦都可以成個 cancer 嘅 DNA 排序都做埋出嚟，所以呢個技術咧其實可以任何 cancer 都可以應用。咁今次咧，我哋就好想快啲係推出嚟，係幫到市民。咁而經過上次經驗之後咧，我覺得要做呢樣嘢最好咧，都係開一間公司。咁所以結果我就同兩個同事一齊合作咧，就開咗間公司咧，就叫 Serena。咁 Serena 咧就 stand for circulating nucleic acid， 即係啲血漿裏邊循環嘅核酸。咁就係想咧製造啲產品咧，令到我可以喺最早期咧見到 cancer， 令到我可以做一啲嘢。但係最期咧就喺加州咧有另一間公司開咗，就叫 Grail。咁而佢嗰個 mission 咧又同我一樣喎，就係 detect cancer early when it's been cured。咁即係變咗兩間公司好似係又 hit 緊。咁但係經過上次經驗之後，我又唔係好想又花多幾年去打官司啦嘛。咁所以喺2017年頭咧，我哋兩間公司就開始喺度傾啦。咁2017年中咧，就兩間公司嘅決定係合併埋一齊。嚇！咁呢個咧就係我哋合併嗰個 party 咧，就同 Grail 嗰陣時個第一個 CEO， 咁佢叫 Jeff Huber。咁其實佢咧就係做 Google Maps 嗰個人，咁可能你每日都會用呢個技術噶啦嚇。咁而家 Grail 咧係有好多 Google 嘅 staff。咁呢個 party 好得意嘅就喺 NBA 嘅 finals 嗰度做嘅，咁所以都係好熱鬧咯。咁所以而家我就努力緊咧，就做一個 cancer 嘅 product， 希望可以短期內咧可以面世。咁希望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咗咧，就我覺得血漿咧係好似一個診斷嘅寶庫，有好多信息可以攞出嚟，你可以用佢嚟做產前診斷啦。咁而家其實無創性產前診斷已經係常規化啦。咁我相信咧，喺幾年之內咧，應該 cancer 嗰邊咧都可以咁做嘅。咁而將來咧，亦都希望呢樣嘢令到我哋證明俾大家睇啦，全世界睇啦，其實香港嘅技術咧，都原來可以改變個醫學嗰個喺世界上嘅。咁結果咧，另一樣嘢就係做研究咧，其實唔係一個人嘅。咁我以往20幾年咧，就好彩咧有成個研究隊伍咧喺中大同我合作一齊做。咁多謝大家今日嘅時間 ，thank you。